咱将这杂草拢烤烤的啦。哎呦，免着急啦，等春天再搁讲啦。哦。这杂草里面原来有宝藏花哦！啊，哇，是紫明的，哇，这水耶！哦哦，哇，叶啊都红啊！亲爱，今嘛？咱就当来清除真正的杂草啊！刚才我听你的话，咱插一树仔，就破坏这美景啊！